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一切世间，对这一切世间普现化身，普遍呢现出来的化身，放智慧光，细令开悟，放出一种智慧光，令一切的黑暗众生都得到光明，解析开悟，细令开悟，欲令众生知佛具足无边功德，想要令所有的众生啊都知道佛呀是具足无边功德的，以无碍增，用这个无碍的，这好像绸子缎子这种袋子系顶，系到顶受位，受这个法王位啊，随顺世间方便开导，随顺这个世间法，世间法啊，就是众生啊，一切所欢喜的开导，方便开导，以智慧手，用这个智慧手安于众生，来呀，常常用智慧手安于众生，为大医王，做一个大法王啊，大医王，大医王也就是大法王，大法王也就是大医王。那么也就是佛善疗重病，善于疗治众生一切的疾病，众生有八万四千的疾病，佛就用八万四千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疾病，一切世间无量国度，所有的世间无量国度悉能遍往啊，完全呢都能到所有的各地方去，岂能变往，到那儿去干什么呢？到那儿去旅行去啊，未曾休息呀啊，这个佛菩萨欢喜到所有的国度去旅行啊，清净慧眼立诸障意，这个佛的清净慧眼离一切的障的意思，悉能明见啊，悉能明见一切众生的绕干种心，这里悉利利民利民病死 my no nature I for 利民病死 my how much mind all he cleared， 不是性，绕干种心。The mind is not the nature of the sin。干种，无论有多少个心，你一个人有一万个心，他也知道你。你打一万个王翔，他也知道你。前一念想做皇帝，佛也知道，后一念你想做老百姓，这个佛也知道，你再一念想去做总统这佛也知道，你再一念想要找一个很美丽的女朋友，这佛也知道，所以一切众生绕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你有什么念头他都知道啊，不是骗你，是真的。Pick up what doing. Put pick up this what doing. 他会知道，不是你拿来。So if 说我不相信这个，那你不相信，
回去做梦去。宇宙不善恶业，众生种种调伏，令其入道，善取时宜，勿有休息，要诸众生其平等心，即为化现平等业报，随其心乐，随其业果，威现佛身，种种身边而为说法，令其悟解得法智慧，心大欢喜，诸根永耀，见无量佛，其身重心生诸善根，永不退转。这个果回呀，因为这个抓车的司机，该车司机罢工，他也罢工，所以他也不管那个车，叫这个警察拿去不拿去，他也不管。他说他回来有什么事情做？那果回现在做什么呢？宇宙不善恶业，众生种种调伏，令其入道。宇宙做这个善业和不善的业，不善的业就是恶业，所以说宇宙不善恶业，回的善业，回的恶业，回的不善不恶业，这众生种种调伏。做这个善业的众生，就令呢他这个善业增长；做这个不善不恶的业的众生，令他知道做这个善事，做这个善业；令这个做恶业的众生改过自新，不再造恶业，这就叫啊种种的调伏，用种种的善法教化善根深厚的众生，用种种的降伏法来调伏这个刚强的众生，用种种的奢受法来奢受这一切的恶药，没有志气的众生，令他们都得到调伏，令其入道，令这一切众生入道啊，就是用种种的方便法门，令他们与这个道相合了。善取时宜，这个善取时宜呀，怎么叫善取时宜？善就是一个善巧，取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时候，时宜就是在正恰当的时候，应度的时候，他能接受这个法的时候，这时宜就是恰到好处，在那个最应该度他的时候来度他，也就是所谓观机斗教，因人说法，这个机缘到了就为他说法，那么机缘没有到就等一等，
这叫善取时宜。那么这个时宜不可错过，也就是啊，这个古人所说的时然后言啊，乐然后笑，意然后取啊。到这个应该说话的时候，时然后言，这个说话的机会成熟了来说话，乐言后笑，这个应该可快乐的事情，那么就生一种快乐，就笑起来。意然后取，要合乎意这个事情才要取，不合乎意的事情不要取啊。好像昨天啊，人们出去到外边，我们凭那么一个帕门都招待给他们住，那么出去用个车出去那么几个钟头，你叫人家拿嘎斯林钱，这就是不义了。这种钱你们要，这就等于啊去打劫一样的啊，不合乎义啊。不是说我们金山寺很没有钱，没有钱也不能去偷去，也不能去抢去啊，一定要合乎义的我们才要这个钱，不合乎义的有多少钱也不要的啊。这叫义然后取啊，这就叫啊善取时宜啊。无有休息，那么菩萨度人教化众生没有休息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时候说是啊我辛苦了我休息休息，没有的，是只有精进无可后退的。绕诸众生起平等心，这个要是假设一切众生生出一种平等的心啊，没有分别心啊，没有爱恶的心，没有啊亲疏的心，没有远近的心，一切一切平等啊，没有高下的心，这是平等心，即为化现平等业报。就啊啊来教化他，来教化他现出这个平等业报啊，来随其心乐，随着啊这个众生的心里所欢喜的，随其业果，随着啊众生所造的业啊，造善业就受善报，造恶业就受恶报，随其业果，这是为现佛身呢、啊，为这一种众生啊来现这个佛的身啊，现佛身，种种神变，这个现佛身就有种种神通了，所以用种种的神变而为说法，而为这一类的众生呢来说法，令其误解，令这一类的众生啊都得到误解，得法智慧，得到啊这个佛法，又能开智慧，心大欢喜，他心里啊也生大欢喜心啊，生大欢喜心，诸根永耀啊，这一切诸根呢 啊的永耀，就是啊眼睛也欢喜，耳朵也欢喜啊，鼻子也欢喜，舌头也欢喜啊，身也现出一种欢喜，荣耀啊就是啊都跳跃起来了啊，跳起来啊，那个眼睛也蹦蹦跳跳的，耳朵也蹦蹦跳跳的啊，鼻子你看也会蹦的，荣耀啊，那么就是都一种欢喜，欢喜的样子啊，不一定蹦蹦跳跳的啊，那眼睛怎么蹦呢？眼睛睁开闭上呢蹦蹦，耳朵你们没有看见有的人耳朵啊它会动弹啊，自己会啊来回来回那么动弹
耳朵也会蹦的，鼻子呢更不用说了，你看这个人人人都会把鼻子弄得那么一紧鼻子啊，这是一种表情，或者吃醋了，就那这个或者吃辣的了，这鼻子也弄出一个动静来啊，这都叫跳绕，诸根跳绕啊，啊，见无量佛。因为什么他们跳跃呢？就因为啊，见着佛了，生欢喜了，啊，见无量佛，其深重信啊，能啊，生出来啊，起深重的信，生诸善根，生长一切的善根，发大菩提心。永不退转这个菩提心。你们笑什么？我讲这个一点也不好笑的，我你们再要笑我就把你们讲哭了，我听多车都快了，我讲这个经讲的一点意思也没有，他们两个跑的去以这个拿车为由，就是说是把耳朵都听了，不愿意听，不回来听经，就在那地方在车里头坐着，在那地方在车里 meditation 啊，说是回金山寺就要听经，是一点意思没有，他们在这回着睡睡觉，回着入入定啊，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这个果回也不回来了，果离也不离了。借众生随业所及，常免生死，如来出世，能巧悟之，安于其心，是无忧怖。要得见者，悉令正入无依意之。菩萨用种种的方便法门来教化众生，使令众生不退转他的菩提心，不退转他的善根，不退转他的修行。有一切众生随业所计，所有的众生这是其毁造业受报，其毁造业受报，其毁就是一念的无明，因为不明白了，所以就迷毁了，因为迷毁就造出一些个颠倒的业来，造出一些个颠倒的业，就受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报。所谓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种不善不恶的因就结不善不恶的果。这叫啊，一切众生随业所计，随着啊他所造的业来牵着跑，被业所牵。这个业力啊是自己造出来的，所以啊要自己去受果报。这个业所牵着所计，常面生死，就常常啊在这个生死的轮回里头
来睡眠，就等于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啊睡觉一样。时钟啊这个迷梦不醒，没有人呢愿意了生死。所谓名利小事人人好，这个名啊利啊这个事情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人人呢的贪名图利，在这个名利上头啊来用功夫，生死大事无人防啊，这生死的问题呀、是很重要的，可是啊没有人呢想要了生死，也不愿意知道啊怎么样生来的，怎么样死去，来的时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趁着什么业力来的，也不愿意知道，去的时候呢也不愿意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就是怎么糊涂生了又糊涂死了，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醉生梦死，生的时候啊好像喝醉酒似的，死的时候啊又好像啊做梦似的就死了，这叫长眠生死。如来出世，佛呀观一切因缘，看众生的这个业果来出现于世，因这个众生的机而出现于世，能觉悟之，能啊令一切众生都发菩提心，返迷归觉，了生脱死，安慰其心，安于这一切众生的心，令他能有觉悟的一个机会，使无忧怖，使令一切众生啊心里远离颠倒梦想，离开一切的恐怖忧恼。要得见者，假设要得见到这个佛的这个人，系令正入无依意志，这个无依意志也就是大圆净智。那么佛呀令一切众生得到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最后那么圆满这个大圆净智，得到这种的大圆净智的智慧，智慧善巧了达境界，庄严妙好无能应夺，至善法牙悉以清净，回现菩萨回现佛身，令诸众生至无患地，无数功德之所庄严，业恨所成现于世间，一切诸佛庄严清净，莫不皆以一切智业之所成就，常守本愿，不舍世间，作诸众生坚固善友。
会善巧，咱们一切众生要有智慧，也就会有这个善巧方便。你要没有智慧，也就不会用这个善巧方便的法门。所以这个智慧是很重要的。你要想要有智慧，就要勤修般若，深入经藏，就智慧入海。你能智慧入海，就会用这个善巧方便法来教化众生。令众生啊离苦得乐，了生脱死，了达境界。你有智慧善巧了，才能了达境界，认识境界。这一切的境界现前，你不被境界所迷，不被境界所转，这就是啊，人能转境界，而境界不能转人。你为什么能转变这个境界呢？就因为你了达境界了，你明白了，你认识了。你不被境界所迷，不被境界所转，所以呢，这就了达境界，庄严妙好。这个佛啊，佛身是庄严妙好的，是清净庄严妙好，无能夺应。这种庄严妙好是没有其他的庄严可以能比的，也其他的妙好也不能比，所以这种庄严妙好是无能应夺。应就是照应，就是啊，这种庄严呢，没有比这个庄严更庄严的，这种光明没有比这个光明更光明。这种妙好没有比这种妙好更妙好的了，就是不能被其他的庄严妙好所夺，所应夺。应夺就是啊，好像啊被其他的光遮盖住了，其他的光比这个光大，就把这个给夺去了，把这种光明啊给夺去了，这种庄严妙好给夺去了，它夺不去的，所以叫无能应夺，没有能啊超过这种庄严和妙好和光明的，所以这叫无能应夺。智山法呀，这个智慧呀大了，智慧深了，智慧高了，就好犹如山，这个山呢，高山超出这一切平地。法牙，那么能生出啊这种种的法牙，由智山的种子种下去，种到这个金刚髻上，那么生出这个了生脱死的法牙。这种智山和法牙细清净，那么都得到啊清净圆满了，回现菩萨，回现佛身，回者愿意现菩萨身，就来呀现菩萨身而为众生说法，回者愿意现佛身，
就来现佛身而为众生说法，令诸众生是无患地，使令一切众生啊都到那个没有忧患的这种果位上。那么这无患地就是超出六道轮回了，回者到这个声闻的果位上，回者到这个圆角的果位上，回者到菩萨果位上，回者到佛的果位上。那么这都叫无患地。那么也就是啊，令一切众生破无明显法性，这也是无患地。回者使令一切众生由娑婆世界升到极乐世界，这也叫无患地。回者升到东方净琉璃世界，这也叫无患地。也就是啊，令一切众生远离颠倒梦想得到这个究竟的涅槃，这也叫无患地。无患地就是没有忧患了也就了生脱死了，叫无患地，不受轮回了，这都叫无患地。无数功德之所庄严的，这是啊佛的无数功德，也是众生所修的无数功德之所庄严，所共同庄严的。业恨所成现于世间，也就是啊随着啊自己所造的这个业恨所成就的来呀，出现在这个世间上。一切诸佛庄严清净，则呀一切诸佛的庄严而自庄严，一切诸佛的清净而自清净，莫不皆以一切智业之所成就。那么这种的庄严清净，都是啊以这个往昔所修的一切智业，一切的智慧之业之所成就，所成就的长守本愿呢。这种修道的人也常常不忘自己往昔所发的愿，守护自己往昔所发的愿那么生生世世都不忘了自己所发的这种坚固愿不舍世间做诸众生坚固善友，不舍世间一切众生，虽然修行成菩萨了，或者成佛了，还是啊不舍弃世间呢这所有的一切众生，作为一切众生坚固善友。就是啊什么时候也不改变，以众生为啊坚固友真正的朋友用一种啊恳切至诚的这种愿力来教化这个坚固的朋友，令这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啊圆满菩提的妙果。时间呢过得很快的，今天呢
又到这个吸烟的时间改变了，要改从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钟呢拨快一点钟，在明天的12点，本来是今天11点了，可是虽然快了一点钟，那么晚间可以早休息一个钟头，还是一样的。所以明天呢，你不要把时间弄错了。如果你们明天还是照着今天这么样子，这个时间呢，也要晚了一个钟头。我怕你们各位都是不看报纸的人，也不听 radio 的人，也不看这个 television， 所以常常入定。我今天告诉你们这个时间已经改变了，因为明天呢有一些个客人来，你们各位要依照这个时间，不要把时间弄错了。用催眠术，你那就入定了。清净第一，离垢光明，令一切众生皆得现前，六趣众生无量无边，佛以神力畅随不舍，要有往昔同众善根，皆令清净，而于六趣一切众生不舍本愿，无所欺诳，系善法方便摄取。清净第一，离垢光明。什么是清净？清净就是把无明破了，最后那一份的生相无明也破了，这是清净第一。离垢光明，你能第一清净，这就是正德，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离一切的初悔、细悔、尘沙悔，也就是见悔、思悔、无明悔，把这一切的悔都离开了，这是离垢光明。光明就是智慧的表现，是有智慧了，令一切众生皆得现见，那么使令一切众生的感应道交，那么就在现前呢，就得见能皆得现见。现见什么呢？现见六趣众生无量无边，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所有的众生都是有无量的数目，无边的这么多众生，在这个六曲里头犹如一粒微尘一样，
忽然而天，忽然而地。忽然而恶鬼，忽然而修罗，忽然而人道，忽然而畜生。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来互相变化啊，那么没有一个停止的时候，佛以神力长随不舍。佛啊，用他这个神通的力量，也就是他的往昔所发的愿力，长随不舍，常常的随着这个六道众生去啊，视线来教化这个六道众生，用种种的方便法门，用最大的忍耐心来等候着啊，度这个六趣的众生，常常跟着这个众生而不舍离。那么一看见有这个机缘成熟的众生啊，就想法子来度他，要有往昔同众善根，假设要有在啊以前所共同的发这个菩提心所种的这个善根，决令清净啊，都令他这个善根呢啊增长成熟解脱，然后得到清净，而于六趣，而在这个六趣六恶趣里边啊，也就是六道轮回里边，一切众生不舍本愿，无所弃狂。而于这个六道里头啊，这所有的一切众生不舍本愿，佛呀不舍他自己往昔所发的愿，所发的度众生的愿，无所弃狂。他对呀这个众生啊，不欺骗众生，用这个真语实语如语不枉语来呀教化所有的一切众生，细善法方便舍取，那都是用种种的善巧方便这种的法门来方便呢舍取一切众生，舍受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啊同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今修习清净之音，吹破一切诸魔斗争，从无外机出广大力，最生日藏，无有障碍于静心间，而现影像，一切世间无不独见。
一中中法广思众生，佛是无边光明之藏，诸利智慧皆悉圆满，正其休息清净之业。令谁修行清净之业呢？令所有的这个六趣的众生修习清净之业。清净业就是勤修戒定慧，去食恶，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身口意三业都要清净，这叫修习清净之业。那么身没有杀盗淫，这是身业清净。意念里边没有贪嗔痴，这是意业清净。口没有绮语妄言恶口两舌，这叫啊口业清净。身口意三业清净，要断食恶生食善，摧破一切诸魔斗争，摧破，摧就是摧伏，破就是破坏，破坏什么，摧伏什么，摧伏一切诸魔斗争，破坏一切诸魔斗争。这个诸魔有天魔地魔神魔鬼魔烦恼魔众生魔，你对的什么境界不认识，这都叫魔。最不容易破的就是自心魔和这个烦恼魔。这要没有真正智慧，这种魔呀是不容易破的。那么现在吹拂破坏一切诸魔斗争，这诸魔呀他们所欢喜的就是斗争，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这世界越坏越好。所以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就是斗争坚固。什么人欢喜斗争？要不说诸魔欢喜斗争。那么诸魔也就包括呀这个恶修罗在内。恶修罗他是啊有天赋没有天权的一类的众生，他因为没有天权，所以他就常常想要啊和这个玉帝来作战来斗争，这是在天上的恶修罗欢喜斗争。那么在人间的恶修罗更欢喜斗争啊，人道里头有恶修罗，畜生道里也有恶修罗，鬼道里也有恶修罗，天道里也有恶修罗，
所以这个阿修罗啊，他是很大脾气的，烦恼最多，就因为他烦恼多，所以呀，他相貌就生得非常丑陋。这个丑陋就是代表这个烦恼脾气，所以呀，阿修罗绝对没有三十二相，也没有八十种好，他常常欢喜斗争，所谓斗争坚固，你们各位要认识，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人人都啊崇尚斗争，欢喜斗争啊，这就是啊阿修罗在这斗争，也就是啊诸魔在这斗争啊，诸魔在这斗争，所谓斗争坚固，从外界出广大力。那么众生啊，休息清净之夜，吹破一切诸魔斗争，他能从无碍际，无碍就是圆融无碍，没有一切障碍，即就是那个地方，从圆融无碍那个地方出广大力，这个出广大力吹拂一切天魔外道，广大力也就是智慧力。